好啦，呢度兩位。耐啲啊，耐啲啊！依度依度依度。咁啊，呢度呢度有。係頂多陣啦，頂多陣係啦。喺喜字樓嗰邊點樣分享做老闆娘嘅經驗？他會問我一些點樣點解會開始做生意啦，主要是因為林作是不會養我啦，咁所以我要自力更生啦，同埋佢希望我養埋佢，所以我冇辦法唔好好咁俾心機，因為我要養好多人。你認唔認同啊？我媽細個教我嘅夢想係食軟飯，依家食到啦，好開心。會唔會靜雞雞去幫下佢手咁樣啊？唔俾佢知咁樣啊？斟茶遞水咯。現在經營的生意有哪幾類？其實我主要都是做網上生意的，其實根本是潑冷水啦。因為娛樂圈打滾了很多年，我學到的東西是看人。受過那些網上騙局那些，即是做生意的時候？沒有喎，所以阿作都叫我幫他手看他保險人員的人。有些我眼光其實他選我的，我是被迫接受的。但我是正直的，是口臭直。但是個人是挺好的。會不會之後還想搞什麼生意？想的，是。例如，其實有人問我做不做性玩具生意的，性但我自己覺得如果我真的做一個品牌出來，我需要試用的。但我就跟他沒有這個趣，即我們沒有這個興致，沒有這個興趣，是的，或者我叫他自己用完問回意見，就是找他做測試員，是的，是的。你做不做測試員？你願不願意？沒所謂，他有什麼生意頭腦找到計的，我都願意配合，最重要是他找到錢。因為我覺得其實這個市場都很大的，但是我自己因為不是用家，所以我不太知道怎樣分享，但我覺得這個是找到錢，我靠你了這個 project。